哇！今天有肉吃了，哈哈。嗯，哎呀，啊，真香！哎呀，竟然馋的咬嘴了。是不是那毛病又犯了？吃这个。哎呀！哎呀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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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哎呦我去！哎呦我的妈！吃完了。嗯，让你天天套路我，今天让你吃个够。这家伙真狠呀，竟然给我放这么多芥末。哎呀妈呀，真强！哎呀，今天吃饼啊？啊？就亲你自己的吧，给我亲回去。你的亲好了，你忘拿了，你听到这个不能放这，我得拿走。放这么多芥末搁后边吧。小样，等着出手吧，今天芥末你吃定了。嗯，啊，真香。哎呀，哎呦我的妈！哎呀，哎，怎么回事啊？小样，看你怎么出洋相。不对呀，他怎么没有反应呢？怪了，他这是刚才给我换盘子了。拿来吧你。你还以为占便宜了你？等着吧，看谁笑到最后。芥末露出来了，抓紧盖一下。
多吃点菜。那边吃啊。不吃不吃。哎呀！哎呀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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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快点啊，来吃饭了！我睡觉呢，你看不见了。昨晚一夜没回来，也不知道干啥去了。差劲的玩意儿，我这啥也不给你剩下。辣椒酱沾水饺真是太好吃了，根本停不下来。还不过来吃，今天我就好好给你上上一课。快点，是不是有人了？行，你今天爱吃不吃，吃个饭还得求着你似的。啥情况？谁是盼盼？哎呦我的妈！哦，吃啥来着？怎么都吃了了？别忘了说了，你就问你谁是盼盼，我是谁？哎呦我的妈！啊！今天非得让你尝尝芥末的滋味。你这个糟老头子坏得很。吃饭吃饭吃饭来了，别动下来。不对，这老男人肯定跟个兜售匠呀。去帮我拿个倒杯水。怎么像是太辣了都。果然不是我所料。
奇怪了，咋还没枪子呢？哎呦我的妈！